就是说我们清明就是祭拜亡人的时候呢，就是在陵园上小房子的时候，那个程序是不是一个在家里的步骤一样的？就说先上香，因为家里送小房子是先上香恭请，再祈求，最后再拜谢。就是在如果在陵园送的话，也是也可以这样。在陵园的话呢，台上教你到了那里之后呢，先帮他打扫一下。就到了陵园啊，先帮他打扫一下。嗯啊，就是那个浮尘一样的，就是你看见尼姑庵里不是有个大尼姑拿着那个浮尘吗？对，就掸的，就是我们要带，我们也是等于拿个小的那个扫帚啊，去帮他先把他陵园上面把它弄弄干净，明白吗？弄弄干净要铺上布。哦。啊，然后呢，再把香炉啊、什么水果、啊、放上去。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呢？开始呢？把东西都放好了，然后开始点香。点香，直接就是。点香之后再磕头祈求。嗯。然后最后再烧小房子，烧完之后再拜谢。那么就是说，没有观音的观音菩萨的那个像也没有关系。啊，没有没有，不要放的，不要放的，那还是好，比如说你看初一和十五或者是清明节什么，如果我们给亡人生小房子，你说我们是当天生啊，还是说前一天生好，就让他们不拿民间的东西啊？那当然，你如果给了他之后，他清明他也会拿的，就是人家也有人给他烧纸的话，他也会拿的台长，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某意义上，因为这鬼也是很贪的，你听得懂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当然早点给好了。早一点好。嗯。那你说台长，我们生的那些小房子，他们马上就能拿到，还能等一些日子才能拿到？马上，基本上马上能拿到的。再下一个问题，就是病人活着的时候让同修帮他念经，同修说是会念的，但是同修让病人以后就是在以后要拿房子不要拿锡箔，病人死后同修在短短几天内有好几次梦到亡人，是不是同修就是说这样的话的原因，就是让他拿小房子不要拿锡箔？是啊，那他像如果像在这不是快过清明了，师傅，像如果一般梦到亡人是给他七张还是二十一张呢？一般梦到亡人也不是七张也不是二十张，很简单，如果梦见亡人的话很简单，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小房子就可以了，一般的都是梦见了二十一张，一般的你想到了七张，他用意念让你想到，那是七章，如果他用意念直接进入你的梦乡，那就是二十一章，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这不清明节快到了，你开示一下吧。我昨天晚上也讲了，在联谊会上就很简单，清明节快到了，希望大家这两天有磕磕碰碰摔一跤了，不倒霉了，身体不好了，很正常，赶紧念小房子，赶紧，只要做梦做到哪个亡人就好好给他念，否则的话清明节之前一段时间会非常倒霉的心情会不好人也不舒服，所以呢动不动就想吵架，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就是这种事情，所以希望他能够明白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明白吗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示。对的。还有就是他要问一下，就是他妈妈不是刚往生嘛，但是因为是土葬的，家里就是没有设灵位嘛，只有大日子的时候才可以扫墓，因为由于清明节才可以上坟扫墓嘛，平时祭或冬至在马来西亚就是没有人上坟的，所以在家祭拜也可以嘛？可以啊。可以的是吧？然后就是他还要问，就是只拿亡人照片出来供奉可以吗？就是该要不要供请这种亡人啊？就如何就是要？就照片拿出来就可以了。照片拿出来。弄一杯水，弄点水果，把它当菩萨一样供了，好了。好的好的。烧香了，还有个要烧香了要烧香的是吧？嗯。好的，我会告诉他。还有他是说，就是如果当天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在佛台前。像平时祈求时的烧呢，还是说直接在就是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直接烧比较好呢？小房子就在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烧。好的。
然后就是还有问一下，就是供奉完毕后需要念经请下来和收起来吗？需要念什么经吗？供奉完毕啊，嗯。哎。供奉完毕之后要收起来的，就是、嗯。啊，就是需要念什么经，念上还是直接收起来就好了？没关系，等香烧掉就可以烧起来了。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的。这还有一个问题，清明不是快来了吗？啊。刚呢，我想多念一点小房子给他。嗯。多念点小房子给他呢，刚刚就想，小孩子呢，可可以带着去坟上烧呢？小孩子白天可以带去，但是太小的孩子就不行。啊，不是大人，都是大人。啊，大人没问题的，嗯。小孩子十多岁是十二岁的可以去吗？可以，十二岁以上。十二岁以上就可以是吧？啊啊，否则魂魄太嫩的话，魂魄万一被弄掉的话，他就变成人家就替死鬼了，他就变成人家替死鬼了。嗯。哦，我想给他们，我自己在家里也烧一点，我想念到49章来，家里烧可家里烧一点的，他们每个人。到门上去烧三张、嗯、这样可以吗？对，可以啊。可以啊哈、嗯、因为什么你啊你是啊还有儿子儿媳啊，然后儿子生了，我儿子都离婚了，所以我现在好苦，哎呀嘞。没关系的啊。不听话 啊。没关系的，这个慢慢来啊，好好修都会改变了，好吗？啊、你感觉。